仰步，两手往下捋，往侧面拉过去，膝盖提起来，左手和左掌配合，右手和右掌配合，左手往前打。好，现在我调整个方向，讲解一下。一开始往侧面捋，膝盖往上顶，提起来，你看。手掌配合，往上顶，一捋一顶，往上顶，好，这个要配合，然后两手往上划圆提起来，肩要松，肩千万不能提起来，左掌往左前方落步，手臂往外蓬，一挡开，好，微微旋转一下。这个身法也旋转转动，配合右手打出去，左手在腰胯旁边，好了，打一这个步以后，然后右脚上步，一上步的时候，右手配合，往外面拦过去，把它挡开，左手打进去，再来一遍。现在我转回来，所以这个动作是手掌配合，上步，左右前进。好，现在说一下这个手法，一拉，一提起来，手。左手往上挡，往外面挡，右手打进去，然后右手往下划一个弧线，往外蓬，这个腿上步，腰胯也要配合，手两手上划腰胯一起配合，两手蓬圆，好，多打一遍。重心一定要站稳，仰步，